好，OK，那么正式开始今天的一个讲解啊。今天是6月12号，那么在早上9点钟的时候，那个川普跟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面也是如期举行。我刚才看了一下新闻啊，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从这个进度上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谈判的一个进程上或者谈判的一个意愿上，表现得还相对比较符合，相对比较符合这个大众的一些。并中途并没有出什么差错，整体来看就是川金会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顺利的进程呢，使得整体的一个国际局势的确定性越来越高。那么我发现现在主要是，我觉得就中国来讲，主要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虽然说这次金正恩是坐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飞机啊，是到达这个新加坡跟美国总统进行谈判，但是现在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觉得站在中方的一个执政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朝鲜会不会在此次谈判之后，或者是在之后的一些双边的协议当中，跟美国会走得越来越近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这个局势或者这个趋势来走的话，有一些让中国的这个执政的一个领导人或者高层是担忧，非常非常担忧的一个问题，就到底谁来主导朝鲜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听到我讲话吗？大家可以正常听到我讲话吗？OK，好，那就不打断思路了，我们继续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这个国际层面，或者是站在一个独裁者他作为一个政治博弈的角度来看的话，尤其是在对面的这个大西洋对面啊，这边又是邻国，又有一个超级大国的制衡，那么如何在这两个角色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可以从金正恩他本人的角度上来讲，就完全放弃核武器是绝对不太可能的一个事件。但是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局面稍微扭转一下？就是我可以通过放弃，或者是我可以做一些适当的退步，我将这个核武器的技术用来开发我国内的一些经济，来拉动国内经济。比如说电力，我可以通过核发电把这个技术转让成来服务民生、服务国民经济增长一个需求的一个动力或者是一个技术，而不是用来威胁美国，或者是用来在东北亚地区制造一些不平衡，制造一些非常让人恐惧的一些事件。那一旦这个核武器出现一些问题，核泄漏的话，或者是怎么样，那这个东北亚地区会陷入一片混乱，甚至会影响到中国这个东北地区，包括这个昆明地区都会受到大量的影响。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金正恩的他这张牌打得很好。那么我们看到他现在也跟美国总统如期举行了会谈，所以说这次机会呢，也可能是他唯一能去。也是他想要的结果，但是呢，中国最不想要的结果就是说，如果朝鲜在此次会谈之后倒向了美方，那将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损失啊，自己的小弟跑到美国老大哥那边去了，对吧？那自己损失肯定相当惨重，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美国进行制衡的这个因素，或者是一张底牌，它就会减少一张。所以说，我觉得单从朝鲜层面上来看的话，他如果能借助美方的一些技术，能借助美方的一些资本，能借助国外的资本，加上中国这边的一定程度上地缘政治的一个援助，那么来帮助朝鲜本国实现改革开放以及这个经济腾飞的话，就像模仿这个中国80、90年代邓小平在南巡之后，改革开放开始正式的拉开帷幕啊，能模仿中国走这么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化的道路的话，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或者是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国来讲，都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结果。那最差的结果就是说，继续对国际社会继续对朝鲜进行制裁啊，因为朝鲜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站在金正恩本人的角度来讲，他最需要的不是说这个谈判要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不是说来维持朝鲜在韩国。朝鲜跟韩国之间的这种地位，或者是来维持什么样其他的一些用途，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在于将如何将金家王朝的寿命延续下去。现在唯一能走的一个路就是经济，没有其他的。为什么呢？因为
朝鲜人其实也不少，为什么？因为看到对面的韩国，那看到中国，包括附近的这个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等等，这个经济发展这么好，还有日本，对吧？现在呢，自己国家由于这个资源的垄断，由于这个执政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不稳定，那使得经济陷入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步。那么现在就是说，如何来使得这个经济这个出口来形成一个？来形成一个这个维护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来维稳它政权的一个延续，来维稳政权的寿命，只有打经济这一张牌。所以说，朝鲜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怎么去实行？金正恩使用了核武器这一张牌，对美国、对中国这两个双边的国家，在中间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找到了他自己的定位。所以说，这次谈判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川普肯。美国愿意在韩国愿意在韩国撤军的同时，当然如果美国同意在韩国撤军的话，在朝鲜半岛撤军的话，那对于中国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对吧？那无非那中国政府现在想要的，无非就是说美国在这个朝鲜半岛或者在韩国这个美军，因为现在是2.8万美军28万美军在2.8万美军驻扎在这个朝鲜半岛。那如果你能撤走一部分的话，对于中国这边南海地区的这个稳定，或者是对于这个中国实现"一带一路"等等实现它的这个政治板块的扩张，对他来说都是好事情。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那方能退步，同时呢能撤军，那同样朝鲜也答应。这个将核武器这个技术把它封存起来，或者是转化为国内经济增长的动力。那同时，中国、美国在有一些这个资本啊，有一些国际资本，有一些国际的这些先进的技术涌入到朝鲜这个国家，帮助这个穷国实现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腾飞。那我相信是现在中美朝三个国家共同想去达成的一个愿望和目的以及寻求的结果。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那至于最后会不会走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按照现在的局势来讲啊，这样的一个格局或者这样的演化的方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明确啊，我觉得再次拖入战争的话，可能性不会太大啊，就是说，所以说川普比较这个琢磨不透，那金正恩呢也非常这个神情不定，但是终究来看，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务实的领导者。一边是正义的一方呢，一边是站在独裁者的一方，都是非常非常务实的领导者，都是想要，一方面是想要结束这个来自地缘战争的这个威胁，一方面呢是想延续金家王朝的一个寿命。所以说，从双方利益角度来考量的话，那我刚才讲的那个结果一定是最好的结果，没有比这个再好的结果啊。至于最后怎么去走，我们进一步看事情的发展吧。好吧，这是今天开头要跟大家讲的关于美朝峰会，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嘿，对，说好复杂，听着像《甄嬛传》啊，是这样子。这个国际层面的这些政治的博弈，从来都不简单啊。就第一是看你的资源，为什么？因为大家注意啊，现在朝鲜，大家不要看它穷，但是它是一个资源非常非常多，而且资源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它尤其是朝鲜地区，我说的是北朝鲜啊，它地下的这个矿产是全球第一。矿产，还有那个生产这个战略物质的这个稀土存量也是全世界第一。所以说，朝鲜它虽然说穷，但是它很多地下的资源，这些不可再生资源非常非常的丰富，这块肥肉很大啊！大家不要小看朝鲜啊！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那谁能帮助朝鲜，或者是朝鲜站在哪一边，那对于这个国家在朝鲜能取得的这些利益，或者能取得在这个肥肉上能捞到的油水，可能就越来越多。哎，这个是从一个务实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解读，这是朝鲜它本身自带的一个天然的优势。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一个盘面的讲解。首先还是来看一看这个美元指数啊，美元指数昨天是走了一波相对还比较。平稳的上涨啊！昨天当然我们也把美元指数的分析在此形成一个运线，那并且运线过后是收成了一个，这个笔又没有了啊！运线过后的话我们看到也是收成了一个这个垂线。那么像这种形态就是，如果是出现在趋势的，我们如果把它放在
从这一段下跌趋势来讲的话，那它出现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意味着行情的反弹啊，很有可能意味着行情的反弹，因为它往往会在底部出现。所以说，我们昨天给予美元指数的分析就是，日内它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触底93不破的一个继续向上的反弹。但今天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反弹仍然在持续啊。今天开盘在昨天收盘之上，我们看到昨天的一个美元指数日线的一个收盘价格也是收了一个阳线，也就是说美指现在近期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美朝峰会的进一步确定，包括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些，包括在本周四美联储即将宣布的一个加息的计划，等等等等等等，都是利好美元的一个因素。但是唯一现在有一点，利空美元的隐患在于哪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地区每年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影响，现在飓风又来了啊，在美国地区这个飓风又开始重卷啊，重袭美国的领土。那对于它来讲，每当我们在六七月份的时候，美国那边在遭受飓风的时候，往往它的一个就业率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现在唯一利空美元上涨的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然灾害的条件。它这个飓风的再次来袭，可能会带来这个就业人口的减少，或者是就业经济数据的弱化，或者是对于整个 GDP，对于在本月的这个，在上个月这个 GDP 增速的一个调整。所以说，现在这个是唯一利空美元的因素，其他的话我觉得都是利好美元。所以说，相对来看的话，如果未来美元出现下跌，可能就是下个月的非农经济数据，由于这个飓风的影响，而出现一个不及预期的回调，而使得美元进一步开始出现调整。但是在此之前，我觉得现在我们都还是应该以一个相对强势的美元来去看待它。包括昨天欧元的一个下调，包括昨天英镑的一个暴跌，包括昨天这个美元对日币的破位的上涨，甚至是包括美元对加币的高位的盘整等等等等，都意味着美元近期依旧是在一个强化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怎么来看待它？首先，第一，我们去看它的一个大的方向。近期定向是什么？就是美元在此形成一个停滞之后，继续走反弹。我们分析了基本面的因素，我们分析了技术面的因素。所以说，从这个宏观的层面上来看的话，大家今天的一个交易的方向，我觉得依旧是高空飞美以及低多美元为主。OK，好，那我们就切入到欧元对美元的一个讲解的要义上啊。我们看到，欧元对美元昨天的一个今天的表现啊，我们看到其实非常有意思。有意思点在于哪里呢？我觉得有意思点就在于，你看，一二三啊，这三组蜡烛图构成了欧元对美元空头或者是看空形态的一个讯号，但它不一定会出现这三组图之后就一定会暴跌，但是这三组图是一个转势，就是这一波反弹上涨，吞没上行，继续上涨，反弹上涨的一个终结的点位，由这三根蜡烛图可能会带来一个趋势继续下行的讯号。什么蜡烛图？我们看到这个是垂线、倒垂线、墓碑线。那整体说明欧元对美元在1.18之下这个地方，它的一个买盘受到了一个狙击啊，受到了卖压的狙击。所以说综合来看的话，就这块区域，我们看到星期四、星期五、昨天星期一三天的一个表现，那是欧元对美元的判断，在这个地方已经由多开始逐渐的转向空头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们就单看这三根蜡烛图来讲的话，就可以断别，就可以分别出欧元对美元现在在这个地方由多转空的概率会随着行情的发展以及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大。咱不能100%的笃定，但是现在来看，就这个形态来看的话，就这个收线来看的话，我告诉大家，它可能这个走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啊，本来是50%多空各50%，但是今天来看，可能是空占到60%，多占到40%。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讯号啊，三根蜡烛图的排列组合，包括昨天这个吞没下跌，我们看到收盘也是收在了星期五的开盘之下。啊，星期五的开盘之下，这个星期五的收盘啊，收在星期四的开盘之下，那星期一又收出了一个这个墓碑现状。那所以说，种种迹象都表明日线图的一个欧元对美元可成一个行情，这一波上行之后的一个反转，啊，就是这一波上行之后的一个向下的反转。OK，好，那我们再次切换到4小时当中来看的话，4小时我们昨天给予它的一个定性啊，就是欧元对美元呢，如果在
如果在这个地方那不破前高的话，那我讲的前高就是在1.1850啊，1.1850，就前方它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高点之上。如果没办法破下去的话，那这个地方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新的高点，再次遇阻下行。那我们给欧元对美元的建议就是说，还是要去做破位交易。那现在来看，第一个市场条件已经形成了，什么市场条件？就是你看昨天的一次上冲，并没能打破前天上周的一个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高点。我们通过这个讯号的判断，我们就可以起码知道一个，起码可以得出一个讯息，就是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双顶的结构。这个地方它是有可能形成一个双顶的结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已经形成了，就这个双顶已经形成了。那现在就看第二个市场条件，我们叫 condition one 已经出现了，那么接下来就是 condition two。什么叫 condition two？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上涨通道，它的一个下边缘被突破下去。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地方似乎有继续往下突破的意味，但是还不够强烈，就是。这种往下突破还没有打破前期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高点啊，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那如果我们在今天的一个观测，在今天日内的一个观测下，我们看到，那今天欧元对美元在这个地方打破前期低点啊，不好意思，是前期低点不是高点啊，打破这个低点往下走的话，反抽回来，我们再挂单交易，前高之上，就放在这根这个 K 线的昨天的最高价格之上就行了。所以说，欧元对美元今天日内观测点啊，就是打破前低，下降啊，上涨压力线，上涨趋势线，并且破前低，哎，拉回之后，我们可以借用618，比如说这个黄金分割的啊，找到这个最低点，以及这个最高点，找到这个618的位置。再看1小时啊，找到这个618的位置。那1小时当中呢，如果是这一波调整呢，走一个 AB 等于 CD 的，哎，走一个 AB 等于 CD 的话，那它的一个 D 点的完结点可能也会是在这个大概是在1.17九数关卡。那在1.1关卡，我们就得关注再次的反弹。反弹回来，当它打破前低走到1.17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交易的讯号。就是什么交易的讯号？就是这个下跌的行情有可能会进一步延续。一旦它进一步延续，打破1.17继续往下走的概率就会增大。那么我们就这个时候就使用黄金分割啊，我们先来做一个预案啊，用一个黄金分割去找到这个50%的位置，retracement，OK，retracement，50% and short。OK，就是这样一个交易逻辑，就 AB 等于 CD，下降上涨压力线破位，并且打破前低，然后回踩回来，retracement 50%或者618这个空间当中，逢高做空，止损于昨天的前高之上。啊，止损大概放置在1.18270，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啊，这个交易计划就制定出来了。那第一目标，我觉得大家可以利用。这一段上涨的黄金分割的382%作为大家的第一目标，啊，这个382的位置大概是在1.17整数关卡作为大家第一目标，第二目标618，第三目标前低，大概是一个1:4.72的损益比的交易，啊，这个是预案。什么叫预案呢？预案就是我在行情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路径来走的话，它就相当于是。进入到我所设计的这个方案当中，方案当中。那如果一旦进入到我设计的方案当中，我就去按照这个方案去执行我的交易计划。哎，这样的分析思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明确，或者是非常的一个清晰，思路就很清晰，不至于乱。AB 等于 CD，反弹50%，下破趋势线，然后做空，止损于前高，三个目标。交易计划就这样制定完了，啊，就这样制定完了。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整个如何去设定的一套。好吧，这个是欧元对美元啊，日内关注破位之后的逢高做空。有人说我这说我讲课像在说相声了，不是像在说相声了，口才好是这样子的，口才好。
叫做说相声啊，这个比喻也挺有意思的啊。好，那么接下来看一看澳币啊。哎，怎么又卡住了？我觉得澳币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强化的一个货币。澳币整体来看的话，在近期美元强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依旧保持相对比较坚挺，其实是它的抗跌性比较强，而并非澳币本身这个货币比较强，而它比较抗跌。就在非美货币当中呢，我们再去比的时候，咱不比谁最好啊，就比啊、呃、咱不比谁最差，就是在同样一个不太好的环境当中，如果它表现的相对较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货币定性，它相对比较抗跌。那澳币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我们在上周这个地方啊，30分钟图当中去找到了一个头肩顶结构，并且往下做空，非常非常漂亮的一波。今天来看的话，我觉得由于近期澳币的一个抗跌性还比较强，所以说我们给予它的一个判断就是还是。澳币在这条趋势线，大家注意啊，这条趋势线可能是澳币近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条上涨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一个支撑结构。就如果连这条趋势线都破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强势的澳币可能就会继续转弱势，继续由强转弱。但是还没有破之前，那么我们给商品货币澳币的定性就是，非美货币当中，它还是依旧保持一个。依旧保持着一个相对还比较强势的一个，相对还比较强势的一个这个一个强势的动能，所以说我觉得澳币今天怎么来看就比较中性，不像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可能我偏空一些，包括英镑我都偏空一些，但澳币来看的话，由于昨天美元的这个强化都没能带来澳币的一个下跌，仍旧是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或者上涨这个压力线依附上涨压力线运行，所以说按照这个格局来讲，我对澳币。日内的定性就是比较中性啊，比较中性，但是又一方面又有利空，利空就是来自于美元的强化，但一方面又有美元又有利多，利多是来自于形态的支撑，所以说对于澳币来讲，我觉得，作为我对于澳币的一个分析，我要去入场的话，在日内当中我应该是选择一个低多，就是在它还没有破位之前，我会选择一个多的方向来去交易它。好比说，那澳币在这个地方1小时图上，如果再次回到。一点啊、现在是在0.76附近徘徊。如果再往下走一点啊、回踩到这个上涨压力线边缘，我觉得这就是做多的位置，就往上去走，往上去走做多的位置。目标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放置在前方高点之上。那如果澳币这一波上涨持续下去的话，所以说我觉得在它还没有破位之前，大家对于澳币的这个思路呢，不要就是以偏概全。什么叫不要以偏概全？就是不要以为美元强势，所有的非美货币就弱。这种思路是不对的，在美元强化的过程当中，也有比较强的货币，比如说曾经的美元对美元，曾经的日币，上周的日币就很强，瑞郎就很强，澳币在上周也很强，所以说咱不能以偏概全啊，一概而论。那对于澳币来讲，我觉得还没有形成破位的时候，我在技术面上依旧是持有看涨的态度，依旧是持有看涨的态度，以至于要不要去做它，我觉得。至于要不要做，我觉得还有待商榷啊。我觉得，对于澳币今天的交易来看的话，我是比较偏多的。那如果大家如果要去交易的话，我认为可以日内的话，可以去切入到澳币的交易当中去啊。等它再往下回来一点，回到这个0.76，我们在小时图上来看啊，回踩到这个0.76整数关卡附近的时候，我觉得就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清仓啊，清仓入场澳币，止损就放在前低之下。那我讲的前低就是指这个低点之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低点，当然你放在这个之下的话，它更加保险一些啊，就大概是45个点的止损。但如果是把目标放在前高的话，那这样子这个损益比来看就不太合理啊，就可能相对来说质量交易质量会差一点。但如果是把止损放在昨天的这个低点之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损益比就可以达到3:6啊，同样是这个打比方说同样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好比说200美金的亏损，换来这个，如果是取四的话啊，取四就是800美金的啊，就是这个800美金的一个收益，相对来讲的话，损益比就相对比较合理一些。而放三的话呢，就可能是600，
600美金的一个潜在的收益。那如果是放在这儿的话，同样的一手，那可能损益比就没有那么好。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日内交易的定性来说的话，我个人建议是止损放在20个点就可以了啊，止损放在20个点。入场点的话是在0.7600整数关卡，0.7600整数关卡。那如果澳币按照这个路径来走的话，我觉得下一个高空澳币的点位，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0.76接近0.76前期高点附近做一个去高空的一个交易的准备啊。目前来看，我觉得还是在日内当中澳币没有形成破位之前，我觉得还是持有一个低多的建议。那澳币持有一个低多的建议，目标的话就放置在这个蝴蝶形态的地点。那这个地点的话是作为第三目标啊，就三个目标。目标一，大家注意啊，目标一就放在就是放在今天早上它所创造出来的一个高点附近，作为大家的目标一。目标二，目标二。这一段黄金分割的618的位置，好吧，这一段黄金分割618的位置是在0.7632，就目标一是在0.76，至少得1比1啊，低于1比1不好，0.7620，第二目标0.76320，第三目标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就是0.7650，三个目标综合来讲的话，是一个1比3.25的交易啊，1比3.25的损益比的交易，好吧，作为澳币日内的一个低多，仓位不用放太重，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是对于美元走强有一定的预期啊。但是虽然说澳币相对比较强势，但是呢，美元的强化可能会对它上行会带来这个是。会带来一些这个受阻的力度，就是澳币尽管来讲可能会反弹，但是上行的力度可能会由于美元的强化，遭受到这个遭受到层层的一个阻力，好吧，这个是澳币对美元一小时波动日内的一个低多的思路。OK，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这个棒日，哎，棒日在哪？棒日在这儿。我觉得棒日，刚才有同学问到说棒日怎么看的？我觉得棒日我也是稍微偏空一点的啊。这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近期的棒系货币啊，其实表现得不太好。所以说英镑其实很弱。昨天来看，英镑也是下跌的幅度非常大。英镑昨天在下跌幅度非常非常大。也是所有非美货币当中，在日内下跌幅度相对比较大的一个货币。那我觉得镑日整体的一个表现呢，要注意啊，镑日整体的一个表现呢，还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啊。这种你看下降压力线的压制呢，依旧没有将镑日拉升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一个是英镑不强，所以说英镑被过度低估，但是它现在的一个事态，它现在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不太好，迟迟反弹不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基本面的因素啊，就是这个脱欧问题。现在就是英镑一旦下跌，就是脱欧因素又在阻拦英镑的一个反弹上涨。那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我觉得就是空英镑的空镑日，我觉得都可以啊。包括昨天我们在讲说英镑，包括我们昨天在讲的就是英镑跟欧元的思路类似。那昨天给的思路就是，你看上涨通道破位下去。反抽回来做空，但当时昨天晚上有同学问到我说，在这个地方做空好不好？我这个地方做空好，但是也不好，为什么呢？好是因为这个位置是一个上涨压力线、上涨趋势线破位的地方，不好是因为你的止损可能会比较大，止损可能会到5到60个点啊，所以说这笔交易呢，如果是按照趋势来讲的话，它应该是做进去的。那下降压力线上涨压力线破位，并且回踩618，你看。在618，那么在这块区域就是高空的好点。昨天给大家说的英镑的思路啊，你看今天就是高空的好点，在这块区域大概是在1.34附近。昨天破位压力线，破位上涨趋势线回抽回来，大型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如果
啊，还是放小时候，小时候看得更加清晰一些。你看小时候当中，你看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思路啊，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位置，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压力线破位，并且大型阴线下挫，昨天日内大型阴线下挫，马上就回到618的位置，然后再往下去控，止损就放在前高值，放在前高啊。所以说好的一点是在于这个交易的讯号其实非常清晰的啊。这种交易的方法也是非常简单的，讯号清晰，方法简单，并且现在英镑呢开始构筑了一个，开始去构筑下降通道的一个这种，你看这种格局，低点开始往下走了，重心开始再往下移了，所以说英镑综合来讲的话，今天我觉得日内还是一个高空的思路啊，英镑就是非常弱，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空英镑呢，也可以空在这个镑日之上啊，我觉得可以空在镑日之上，当然你空英镑也可以。就如果是有英镑的空，就不要去空镑日了。那大家没有英镑的空的话，我觉得今天另外一个镑系货币呢，就是镑日。首先，我们来分一下镑日的日线图啊。刚才我们去讲过，就镑日整体还是在下跌压力线之下，反弹无力。为什么呢？因为上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线的一个阻碍或者是阻挡，使得镑日上涨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阻力。那如果是4小时来看的话，4小时来看的话，那这个地方你看，我们如果是把它构成，把它去通过黄金分割来，那这个地方是一个0.618附近，那并且有上升下降压力线的一个支撑啊，下降啊不是下降压力线的一个压力。那如果这个地方你看再次遇阻下行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双顶结构。所以说，我认为棒日在这块区域就是在147.48这个地方还往上走一点点啊，我觉得是可以入场的，我觉得是可以入场的，止损放在148.17，大概是止损也稍微有一点大，所以说大家这个仓位放轻点，因为镑系货币它的这个贬值非常高，它不像这个欧元贬值稍微低一点，它贬值非常高，所以说大家仓位要放小一点，可能去交易欧元我要用两手，但是我交易镑日的话用一手就够了，啊，用一手就够了，好吧，这是镑日的一个高空的交易思路。入场点位我再说一遍啊，入场点位我再是放在147.5，还往上放一点啊。147.50，好吧，147.50做空，止损148.18啊，也就是在那止损的话，我们要考究啊，也就是在这个前高之上，放在这个前高之上，同时呢也是这个下降。你看，如果这一波打上去止损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地方的高点，这个地方的高点被突破上去了，它极有可能会突破继续上涨。那个时候我们就改变交易方向，就是回踩做多了，所以在它还没有回踩之前，那么我们在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它是满足做空的形态的，所以说我觉得棒日在日内依旧还是偏空的来看待它，好吧，在它还没有破位之前，我觉得都是应该逢高做空，比如说这块位置，大家这块位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147.50，止损148.18，目标怎么看？第一目标呢，我觉得就放在146.50啊，大概100个点左右，第一目标。第二目标，第二目标，如果是这一波下跌形成的话，那我认为棒日很有可能会去走这样的一个形态，走这样的一个这个蝴蝶形态。地点的话，可能会再次前往144，所以说我认为在它下破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第二目标放置在放置在这个145，同时也是这个 XA 点的0.618的位置，145整数关卡。第三目标放在这个886的位置啊，反正786之下到886这个位置，大概是144整数关卡。总体来讲，这笔交易的回报率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但前提是它要往这么走啊，它如果是往这么走的话，那么我们就去按照交易计划来执行它。好吧，这个是
英镑对日币的一个日内高空啊，一个高空的交易思路，止损你肯定得放在这个前高之上。第一是刚才讲的，就是下降压力线，你止损起码得放在下降压力线之上吧，你不能放在下降压力线之下。第二就是接近下降压力线有两个前期的高点，你肯定是止损肯定得高于它，你不能低于它，对不对？因为只有高于它，这段趋势上涨上去才有可能反转，低于它可能都可能在地方盘整或者是盘旋一段时间，周旋一段时间，再次往下去走。所以说止损是有技巧的，止损是有方法的，不是随便放止损啊。我们还是要考量很多的因素，这个才能加大或者是增加大家不被止损的概率。我讲的是不被止损的概率。有的同学可能止损放得很低，为了过度或者是为了过度的追求那个损益比，他往往会止损放得非常低，日内可能就放13个点，放十几个点的止损。啊，我有时候会这样子，但是我是交易点位把握得很好，我才能这个样子。大家没有不能把握得很好的时候，不要学习啊。很多时候不要把止损放置过低。你有信心有把握，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交易系统自信，你对于自己的这个交易非常自信的话，你可以这么做。但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交易系统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止损的把握，要参考的要点、参考的要件、参考的要素都要多一些，而不是简单的过于的追求损益比而去压缩自己止损的空间，这样子反倒会大大的降低自己交易的胜率，好吧？这个是棒日，刚才有同学问到说，澳币的多止损放在哪啊？止损放在前低之下就行了，止损大概是在0.758啊，0.758附近。止损放在前低之下，大概是0.758附近。好，接下来再看一看这个昨天我们做的一个啊，我们昨天做的这个欧镑，昨天也是入场了啊，昨天入场了，在30入场的，目标已经到，那现在还是在走反弹，那这笔交易该怎么处理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持有它啊，我觉得第二目标的话在这儿。那这笔交易做的不太好的一点是在哪？就是不太好的一点是止损太大了。止损如果把它压缩一点的话，那这笔交易的质量会更加好啊，就压缩在12个点左右的话，作为日内交易当中欧镑12个点的止损啊，非常非常小的止损，因为极限位置很极限啊，就这个位置你看，最高价格是刚刚点到0.8830挂单入场，昨天是挂了一单，那第一目标是在这个0.88整数关卡，第二目标呢在0.8786，我觉得这笔交易呢我自己是平了，但是没有完全平掉啊，我觉得还留看看能不能继续下去，能继续下去的话，我还是会去继续执行我的交易计划，而不会提前全部离场，好吧？我觉得棒日的话，今天如果再次反弹上去怎么办呢？再次反弹上去，我觉得再找机会，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它再次反弹上去，并且破前高的话，很有可能会反转。但它还没有再次反弹之前，我觉得高空的单，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继续持有一段时间，暂时先不要全部离场，我觉得会比较好。好吧，这个是棒日，这个是欧镑。当然，我们今天刚才是让大家去空这个棒日啊，空棒日其实要在做空英镑，对吧？那这个地方是做空欧镑，其实两者也形成了对冲啊。你看，欧镑的多和 J，你看欧镑的多和英镑的空啊，一边是欧镑的空和英呃，知道吧？一边是这个说反了啊，说反了，欧镑的空和
傍日的空，一边是空欧元买英镑，一边是空英镑买日币，那这笔的对冲就对冲在了英镑之上，就是一边买入英镑呢，一边卖出英镑，它形成了一组对冲的组合。大家能明白这个逻辑吗？所以说，我觉得在今天的交易当中呢，也可以把这个欧镑加入到欧镑欧镑日加入到自己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头寸的持仓当中来。如果是欧镑上涨上去的话，说明什么呢？说明英镑开始强化，欧元开始弱化。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交易的这个方向执行。交易的方向就执行在这个磅，执行在这个磅日之上，好吧，空磅日。OK，接下来再看一看美加，先看一看这个美元对日币啊，美元对日币，我觉得总体来看的话，美元对日币总体来看的话，我们昨天给的建议就是说，还是得等高空，那这个高空的点是在110，而不是在100。是在111，不是在101。昨天有同学在这个地方就问到我说，这个美元对日币怎么能控啊？我们说不能控啊，美元对日币甚至是不排除是一个日内来看的话是一个低多的思路，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元的强，近期美元在强化，因为近期美元在强化，所以说当它我们看到在4小时上面突破了前方的高点。这个地方的高点结构被突破，并且是大型阳线上涨。那大型阳线上涨，回踩下来，再次往上去走。所以说，这是一个日内当中美元对日币继续走强的形态。那如果大家要空的话，就一定得空在这个极限的位置。这个极限的位置是在 D 点，X A B C D 五个点形成的 D 点。那这个 D 点是剑指111，三个一的地方。所以说，我们要空的话是在这个地方空，而不是在昨天这个位置空。昨天空的话，你看大型阳线吞没上涨，你就被打止损。一定会被打止损，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大家今天要去交易它的话，交易美元对日币，我觉得是一个低多的思路，就这块区应该是个低多的思路，但是我们今天就不带美元对日币的单了，不带美元对日币的单，那老老实实的等这个蝴蝶形态在111，我去高空它，好吧，在111我去高空它，我觉得先再等一下美元对日币。OK，再来看一看这个，再来看一看美加啊，我们看看美加，再讲讲原油。同学不知道原油怎么办，傻眼了啊，原油傻眼了，不知道是多还是空啊。美加现在，我们看到美加现在是在，怎么做了这么多笔记啊？看一下做的是些啥啊？原油秀取平均看，不把竞争度与人，要把竞争度与人，这是我们。经常把古人的话拿出来改一改啊，也是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学习的趣味啊，不是照单全收，经常会去改一改，就是把这些删掉，太多字了，太多字有时候会影响自己的分析。这个怎么看？美加从这个美加从日线图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从日线图上来看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凌乱。日线图上比较凌乱，就这个形态，你看，这个是星期五啊，这个是昨天，星期五大型阴线吞没，昨天你看一下收线收上去了，昨天这个收盘价居然超过了超过了周五的一个这个开盘价，收了一个阳线，今天开盘又在昨天收盘之上，还是继续往上走的一个形态。但是同时，原油又在继续往上反弹，所以说美加走得很奇怪啊，美加走得很奇怪，我觉得可能还会去试探一下1.31，也就是前方的这个高点啊，可能还会去试探一下1.31，然后再走下去，这种概率是存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块区域，你如果要去交易它，要去空它，你要空在1.31这个位置，而不是空在1.3这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美加大家要。空的话，我就还得再耐心的等一等，好吧，等这个极限位置去空它。就目前1.30这个位置，我觉得暂时还不建议大家去空，那也自然也不建议大家去多。为什么？因为
原油现在又开始走反弹了啊！我刚大家看到，原油从一点啊，从66开始脱离上，开始脱离66关卡，开始上行。那这样是什么趋势呢？就是原油在。哎，怎么又卡住了？啊，这个是卢布啊，莫斯科。其实我之前叫卢币也没有问题，卢币其实也是对的，就是卢币讲起来比较，他最后改了一个币，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前，他就叫卢币的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苏联的货币，统一的货币就是卢币。你看就是。它是 RUB，它就是 B，就是翻译过来直译过来就是卢比，啊，最后就，哎，洋气一点就叫卢布，其实都是一回事啊，只不过一个口语性的叫法。其实俄罗斯人叫卢布，他自己就叫卢比，他不叫卢布。哎，这个怎么又没有了？好，那看一下原油啊，原油现在的一个走势其实有一些诡异啊，它诡异之处就是在于这个地方盘整一段时间之后，啪一下突然上去了。那今天来看的话，原油这个走势啊，我觉得它如果是继续上破的话，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V 型的反转啊，就是原油这一波，你看，油的这一波下跌可能会再次形成一个反转，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原油。就是有没有可能会继续去到更高的位置，比如说68、69，甚至回到70，我觉得还不一定。我认为还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美加现在还在高位啊，美加现在还在一个上涨过程当中，所以说美加的上涨，我觉得它会抑制原油反弹的力度。所以说这一波反弹，它会不会是一个我们讲的在交易当中讲的一个诱多的陷阱啊，一个 false breakout，一个假突破，有没有可能？并且你看，原油在1小时图当中，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通道来去画的话，它现在实际上是走在了一个66.60这个通道的高点。那这个地方其实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支撑阻力来看的话啊，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破位上去了，就是一个低多的思路，那就破位上去之后逢低买入。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这个通道当中来去考量的话，它却是空的位置。所以说，原油现在判断有一些难度啊，就这个地方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如果是假突破，那么它就是通道的高点的一个回踩，然后继续往下走。如果是真突破的话，那原油可能真的就会走上去，真的就会走上去。但是还没有形成突破的时候，我们还是依旧要以一个偏空的思路来看待它。我不太认为原油今天这一波上涨可能就会形成一个强势的上行突破啊，我觉得大家在日内当中要警惕。这一段波段的上涨，它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我觉得现在还去判断它还是为时尚早了一些。我不太认为说现在这一波破位上行可能会，原油可能会彻底逆转它的一个，可能会彻底逆转它的空头的走势。我觉得还有待做进一步的验证。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会是一个假突破啊。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假突破，不太会是一个啊这个真实的突破上走。那这是我对原油的观测，但是又不建议大家做空。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做空？因为你看啊，昨天原油这一波上涨太强烈了啊！这一波上涨，你看连续一二三四五个小时的上涨，盘整一段时间，再往上去破。所以说，如果把它放在4小时当中来看的话，它就是大型阳线上涨。大型阳线上涨，我们往往不要去急于切入到做空当中，因为往往大型阳线上涨过后，我们逆势去空的话，在短期之内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太多优势的。顾名思义，反过来想，就是你要去空，也至少得等到。这一波大阳线上涨过后，它的动能有所衰减，并且有一些好的顶部形态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去空它，这样子不会更好吗？这样子反倒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说，按照现在这个走势啊，我们先观测一下，你看它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啊？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假突破？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观测啊。原油今天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的品种，我觉得先暂时先不去空它，先看它这一波到底怎么。如果是假突破的话，那这地方追多的人可能在今天晚上就全部死掉，啊，这主力的惯用的操作的手法，一个假突破。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方做看空的人肯定很多，
但是它突然间又给你来个往上走，大阳线往上走，一下子追多的时候，说不定又给你打下来，啊，说不定又给你打下来。我觉得这种概率是存在的，所以说我觉得原油今天还就是先观测啊，乱邦不如危邦不居，乱邦不如危邦不居，先做观测。好，接下来给大家，接下来给大家3到5分钟时间提问。OK，我们来看一看，有同学问到纽日能否继续持仓？纽日原油一直没有出场，上周空进去了，现在浮亏了，那就等着呗。澳纽，好，我们来先看一下纽日，再看一下这个原油的浮亏该怎么去处理，再看一看澳纽。就先讲原油吧。我觉得原油现在上周五空进去的话，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给予的这个出场点啊，就第二目标的位置，就应该是离场了。这为什么没有离场？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可能是自己仓位的问题，仓位控制的问题，就没有去执行第二个计划。那第二个就是可能会就是没有来得及，它一下就拉上去了，还没有来得及平仓就拉上去了，这种情况都是要注意的，以后都是要注意的。那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是，如果这个地方今天日内再次回下来，回到这个离上周五空的位置。那么我们先做损益两平，先做一个了结再说，因为这个地方不要赌啊，不要去赌它，因为真的是一下去的话，可能会很大一波行情，但那个时候美加可能会继续往下走，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赌。就算它这个地方按照我们的预期继续往下去走，我觉得再次去切入到它的交易来讲也不太晚啊，我觉得可以回到成本价格先做损益两平，我觉得是相对保守的选择。OK，再来看一看纽日，纽日该怎么处理？OK，那我们看到纽日昨天其实我们给的交易计划是在177.50这个地方去空，对吗？然后第一目标呢是在382的位置，在这个地方你损益比已经达到1:6.7了，这是第一目标啊，在77.20。所以说我觉得纽日那这笔交易呢应该是走到第一目标减仓，并且呢将止损推至损益两平的位置，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损益两平的状态。纽日应该是损益两平的状态，但是如果大家没有去做这样的动作的话，那么我们对于纽日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觉得应该是执行，至少去执行损益两平，至少去执行损益两平。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纽币比英镑要相对强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选择这个镑系的货币，选择的是空镑日，而不是空纽日。哎，这个对比的技巧就来了。所以说我觉得纽日啊，我们等它再下来一些，再下来一些，那没有出场的同学呢，执行损益两平。我们应该是昨天在这个地方，你看，风险和回报比已经到达1:6.7，在第一目标应该是减仓的，减仓1/3，减仓1/2，或者是减仓3/4，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像这种交易，像这种交易都是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是没有做减仓的话，走上去的话，那等它回到成本价格，我们再去执行损益两平。好吧，这是纽日。刚才去分析为什么要空镑日不空纽日呢？因为我们昨天看到，就是说在美元强化的过程当中，你看纽币明显要比英镑强一些，所以说空要比空纽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它要好，它要好得多。OK，再来看一看澳纽。空棒牛啊，空棒牛，对啊，棒牛也是很好的选择呀。但是棒牛已经走下去了，棒牛的位置就是按照我们那个思路来讲，空棒牛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了，对不对？你看棒牛啊，你刚才已经在往下走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位置不建议大家去空棒牛呢？因为它这个地方还是有个底部啊，1:09这个地方还是有些底部啊，曾经在这个地方支撑过一段时间，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买盘在这个地方被套着在，被套着在，所以说它没有破位的时候，没有形成下破的时候，那空棒牛的话，其实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反弹上来被打止损，再次往下走。所以说我对于思路没有问题，逻辑没有问题，都很正确，但是
从形态上来讲，我们从站在技术分析的角度来讲，就这个位置呢太低了。但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空呢？就是如果是破下去，如果一旦破下去，那这个地方就不低了，它就成为一个中间，它就是我们在讲什么叫低位，低位就是低得不能再低，下方已经没有空间了，它是低位。但是如果这个低位还被打下去，它就不叫低位了。所以说，我觉得棒柳啊，我对他的思路来讲，空是没有错，思路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是等这个地方破下去，回踩上来再去空它，好吧？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就不去空棒柳。你看，相对这个位置来讲，相对棒日来讲，为什么要空棒日呢？你看，棒日它的位置比较好，对不对？咱们为什么不空棒日，要去空棒柳？哎，这种差别就体现出来啊，这种差别就体现出来。要空棒日，相对来讲的话，那我当然会选择一个获利空间比较大的，它比较有潜力的货币去空，而不是去选择那个已经垂垂老去、走到末端的这个货币去空它。好，来看一看奥牛。奥牛啊，奥牛，这哥们儿很有意思，一下子奥币强，他就走上去，一下子纽币强，他就往下走啊。我觉得就奥牛的话，还是用一个整当的思路来去交易它比较好，因为没有太好的基本面，因为奥币跟纽币这两个国家这个基本面太相似了，所以说它可能就是今天如果你公布经济数。你公布经济数据，你上涨一波好了，那我澳纽，澳币如果是澳洲公布经济数据，利好澳币，澳纽就上涨一波。如果是明天新西兰公布这个利率决议啊，稍微有一些鹰派的讯号呢，纽币再上涨一波，纽币的上涨就会带来这个澳纽啊，带来澳纽的下跌啊，澳纽就开始跌一波。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来讲，那近期的思路还是震荡为主。但是我们对于奥纽的技术分析层面上来看的话，还是没有变，什么没有变呢？就是说，还是等一下，等那个好的位置去多它，啊，就在这块位置，如果单就技术层面上来讲，那现在是走 A B retracement C D 啊，低点还得等破前低，那么在这块位置去做它，你看4小时，那日线级别，当这放大的话也是日线级别啊，4小时加上日线级别的这个。蝴蝶形态，那大概是在这块区域去多它，我觉得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就是澳币再等一等，啊，澳纽再等一等，好吧？但是从日内来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方向的。就这个地方呢，既可多，既可上又可下，因为什么？它是一个中间，它在一个中间位置，并且4小时这个地方有一些支撑，有一个底部的支撑啊，所以说我觉得比较中性。但是一旦它破下来，并且呢走到一个足够低的位置，又有形态的支撑和满足，那我就去低多它。这是我对澳纽的看法，暂时来看我觉得比较中性，但中性的话我就不太愿意去交易它，又没有一个好的位置，又不温不火，不阴不阳啊，所以说我觉得澳纽日内做观测。哎，有同学说澳币上涨了，澳币涨上去了，涨上去了呗。啊，涨上去就涨上去了吧，没什么好那个的。我觉得涨上去跌下来呢，大家都这个挂单应该入场了吧？刚刚最低是点到了这个0.76啊，入场了啊，0.76附近都可以入场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浮盈浮亏，大家都不要，就是说因为这个影响自己的情绪。我们之前讲到过，就这波上去呢，可能待会又下来，下来之后呢，我们情绪不要随着这个行情的波动而去荡漾啊，我觉得保持一个中立的心态，或者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心态来看待它就行了。直到你的这笔交易成交，它才会真正的成为账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浮盈浮亏都不等于你赚的钱或者你亏的钱，直到你把它平仓，它才会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你到底这笔交易是赚了还是亏了？你账户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所以不要把浮盈浮亏看得太重，也不要因为浮盈浮亏来影响我们的情绪。一下涨上去了就很开心，一下跌下来就不高兴。我觉得没有必要，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它，好吧？这是奥比啊。好，那
还要修炼一定的地步，才能不再一副淫浮灰。对啊，我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我自己修炼的方法，就是刻意保持距离。你看我现在，我跟大家讲完了，我就几乎不会看了该执行的执行进去，我就不会看了，就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看看书啊，待会去锻炼啊，或者是去这个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啊，等等等等等等，来跟市场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距离，反倒对你交易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技术的方法，我们再去讲过，我们技术分析不但是要用到交易里面，还得用到这种心态的这种修炼上，这也是一种技术分析的方法。包括对于日常生活当中那些不好的情绪的消灭，我们再去讲过，就人的情绪好比零轴，下沮丧代表伤心，代表痛苦，代表不开心；上方代表喜悦，代表成就感，代表这个喜，代表这个兴奋等等等等。但是如何能消灭这些不好的情绪？生活当中也会碰到一些不太如人意的事啊，就好比昨天说这个，昨天啊，我们家约了两个师傅来装空调，结果呢，发现这个公司对于他们员工太苛刻了，基本的这种保护的装备都不愿意提供，用一个麻绳就系在这个自己的腰上，就从我家阳台就翻出去了啊，这么高的楼16楼摔下去几乎没有存在的可能啊，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当时感到非常非常的心寒。当时晚上我就给他们这个苏宁易购打电话投诉这个事情。今天呢，他们还没有给我反馈。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呢，怎么去解决它呢？就一定要自己觉得生活当中发现不开心的事情，或者是做的哪些方面做的不太合理的事情，那不能说忍着不做。那忍着不做的话，下一个客户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可能对于他们员工来讲。就是存在的这个危险性非常大，存在危险性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出于人道主义的这种考量，出于人道主义的保护。那当然我也会为这件事情追究到底，一定要苏宁给个说法，并且一定要快速解决这个事情，以后不应该这么做，这对人的生命是一种漠视，我觉得是非常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再跟大家见面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私下跟我微信啊，或者在群里讨论都没有问题，好吗？那么我们今天的一个压轴盘的讲解就到这边结束，祝大家交易愉快，明天不见不散，拜拜。